们这期来到了马里奥。今年洛杉矶环球影城新开的 Super Nintendo World 真的是太好玩了。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，我提前做了一周的攻略，接下来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保姆级行程攻略，快来抄作业吧。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帽子。进园第一件事先抢个星星包。提前一天下载好 Universal Studio App， 熟悉地形，查好环球影城开园时间。我们去的那天，环球是9点开园，马里奥10点开园，所以我们7点就从家出发了。抵达环球影城停车场刚好是8:30，家人们走走拍拍停停，到达大门口时刚好开门放人。哦，对了，当天早上7-8点的时候要提前网上预约 Top Studio 主题餐厅，晚了可就没位置了。从下水道进到 Super Nintendo World 之后，直接冲 Mario Kart。传说中最耗时的游戏。我们没有排 Single Rider 通道，因为团体通道也就只需要40分钟。关键里面设计的超级好看，聊聊天、拍拍照、设置下手环，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。热心星包还会发亮，然后背面这一块呢，还可以无限续杯爆米花。刚刚我们进来的地方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看我来马里奥园提前买的马里奥手机壳。大家都戴这个小帽子还挺可爱的。我们今天约到了这家餐厅，超级难约。你看现在是11点，他们家已经完全复刻完了。中午吃饭在主题餐厅，我们点了 Mario Burger、 Luigi Burger、 蘑菇汤、肉丸意面、小方块甜点和手打柠檬，真的一定一定要来打卡，分量超足，经济实惠，关键还有特效，我们好像真的在一朵蘑菇里吃吃饭，还会突然模仿外面打雷下大雨。然后第一次按照这个路线来玩拍乌龟、拍玻璃和摇水桶，拿到3把钥匙。魔王关卡基本上排了30分钟不到，排队的时候记得来扫这个隐藏宝箱，超多金币哦。最后这个大 boss 真的好累，一顿蹦。还没完，我们来顺便逛一下哈利波特。免费的，免费的。你们有两个爆米花。这个马里奥园还是很好玩的，看我们连吃带拿的。玩的东西也就那么几个，但是它隐藏东西。哦，对对对，隐藏就是发现那种隐藏游戏的那种快感，还是很好的。有很多收集的东西要去收集一下。是的，好，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啦。